给我老实点，进去！哎，哎呦，他娘的，敢耍老子！你说你行医去行卦问天，行卦就行卦，你却偏偏要那只狗来叼，日日叼来下下签，你这是消遣大爷们玩呢？到底是狗行医还是你行医？哼，哎，你说的对。 这畜生呢，有时候不仅会行医啊，还比人讲道理多了。今日你若再不出手救人，我就废掉你这没用的爪子，看你还怎么跟我们耍花枪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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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非逼我动手，小二，哎，客官，说说看，怎么回事？这几位爷停了一口棺材亭在后面，抓了一位郎中回来，非逼着他把棺材里人救活。这位郎中也真是有趣，说他救人需要一个条件，得让他家狗掉出上上签才可。这人又不是神仙，怎么可能把死人救活呢？ 这位兄弟说的没错，人若不讲道义，和畜生有什么区别呢？嗯，臭小子，你什么来路，竟敢管烽火堂的闲事？我是什么人？百川院王。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原来是百川院的兄弟，在下不知，多有得罪。 只是我们烽火堂也并不犯事，不知百川院为何非要与烽火堂过不去啊？以多欺少，不公；以有武欺物，不义。这不公不义之事，我们百川院的人自然是欲一见管一见啊。嗯，说得好，说得好，小兄弟，你是邢探是吧？ 那你来的正好，他们杀了人，杀了人，嗯，杀了什么人？你快点把他们抓起来，快说，什么案子？嗯。